大家好，我叫 Sammy， 被很尊敬的一个马来西亚的狮王萧飞鸿师傅。然后呢，明年就是大马旅游年啦，请问师傅，觉得怎么去带动这个四根庄的这个旅游呢？是的，我们都知道了解到，明年就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，2020年也就是旅游年。那在旅游年来说，四根庄这个地方虽然是一个小渔村，但是它有一个叫做天空之镜，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地方啊、哦，那会吸引很多游客来。至于舞狮在四根庄这里的配搭，那就要看地方性的组织怎样去推动。当然，舞狮能够吸引很多的这个游客来，但是你不可能经常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看到舞狮嘛，除非他们就是说在做节目里面的时候。啊，就是借着这个事，在做节目的时候呢，尽量把舞狮的节目拉进凑在一起，那么来配合，啊，无形中也就促进了这个旅游业。舞狮呢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的艺术，然后呢，它也结合了体育啊，跟一个武术里面结合了，然后相信呢，师傅的团队们呢会带给更好的明年的旅游业的配合跟帮助，四根庄带来更多的旅游客。那么在2020年，除了是马来西亚的旅游年之外，那我本身是马中文化交流艺术协会的副会长，为了配合中国跟马来西亚的邦交46周年里面呢，我们也将办一个很大型的关于舞狮的活动，就是我们会邀请马中两个最强的舞狮最强的队伍，也就是说中国将会派出舞狮最强的队伍，另外马来西亚也派出这舞狮最强的队伍来做一个观摩交流。因为大家知道舞狮虽然是源于中国，但是发展在马来西亚，今天已经传播了全世界。那我们也记得这个旅游年里面呢，也来做这样的活动啊，希望到时呼吁大家到时会鼎力支持去欣赏这场比赛。哦，谢谢。YB， 我想要问你啊，因为我第一次听说啦，说那个舞狮要拿准证的。是其实马来西亚这个文化，尤其是在文化传承舞表演舞龙这一块哈，在70、80年代左右，马来西亚当时我们种族那个气氛比较有点紧张，种族气氛有点紧张。那同时演这个舞狮呢，不是随便可以公开表演，它有禁令了，只有在农历新年初一十五，你要申请准证，你拿到准证，你才可以公开表演，否则的话不能够公开表演。所以现在年轻的一代可能这一段历史他不了解，不过当时我在中学时代，所以我感触非常非常的深。为什么当时我也是很愤怒，为什么这个一个文化那么好的文化传承的东西，为什么不能够在马来西亚这个美丽的国土表演，竟然要申请准证，非常的不合理。可是呢，最后我们通过政治不断的争取，到了今天这个舞狮大概到90年代后端呢，这些已经不用了，这个禁令已经解除了，就是你要表演就可以表演，不需要再申请准证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之所以可以公开自由的表演呢，我们要珍惜上一代的这个我们的前辈，他们努力坚持不放弃，坚持要传承我们的文化，坚持跟当地施压，坚持我们的文化是没问题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可以自由的表演的形式。哇，非常感到荣幸，因为呢前辈们所付出的给我们，然后今天呢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精彩的舞狮，也谢谢他们对我们付出跟传承这一个这么美好的遗产给我们。好，谢谢你，幸福美丽，谢谢。洪德四根庄创办人张庆富先生，然后呢非常的感谢他今天邀请了很多名人来，包括了萧飞鸿师傅，还有 YB 黄瑞麟先生来到现场，也恭喜你今天你办得很精彩，然后很多热心人士来到这一边。你想要对这一次来到的嘉宾说什么吗？基本上我很感谢我的恩师萧飞鸿师傅到来支持我们，因为这6年走来其实也不简单，那么今天得到很多的贵宾还有嘉宾们的support，尤其我们的雪州议长管理黄瑞麟，
还有我们的霹雳龙狮总会总会长和秘书长的支持，所以其实非常感恩所有同门都到来这边一起庆贺，我都非常感恩啊，尤其啊，雪州议长也捐了一头狮3000元，那么国会议员也捐了2000元，还有在场的这些亲朋戚友们，还有同门上的支持，所有剪彩人的 support 将令我们以后更上一层楼。